悬疑问答。师傅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嗯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想问几个问题。同修想问，每天他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念经的时候，能在院子里放张小桌子、设小佛台、放菩萨相片和小香炉上香吗？可以是可以的呀，最好不要去影响别人呢。因为你在院子里的话，你还是对外的呀，不属于。如果是你自己的院子就没可以，大家公用的院子就不要去。哦，明白了。然后晚上他就收起来。嗯，不大好。好的，好的。放在院子里空空的，念完了就要收起来，不是晚上收起来。念完了就要收起来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如果家里自己家里的这个小佛台，这个也是念完了收起来吗？还是放着就可以？不一定，你自己家里你放着没关系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